今天来了五中，我要考这个中国的驾照，希望今天能顺利把法国的驾照换成了中国的驾照。您看一下，这儿驾驶证上面这儿有一个有效期限，这个就是6年的有效期。今天的特别高兴，就终于拿到了中国的驾照，就是因为工作和个人的这个时间会更方便一点，也就可以自己自由一点。我想告诉广大的外籍友人，如果您持有有效的外籍驾驶证的话，可以到当地的车管所换成我们中国的有效驾驶证。在考试这一块呢，我们的理论考试系统也已经升级为各国的语言考试都有，这些语言呢，在我们的系统升级之后都可以成功的通过考试。